我是蒋万安，万安本人现在来到我们商圈，跟大家问候肯托。最后关头全力冲刺，国民党蒋万安站在选举战车上拜票双声道：“拜托拜托，家里支持大欧蒋万安，蒋万安本人今嘛伫只家里拜托。”国语台语通通来，见到支持者更是热情弯腰握手。大阵仗车队蒋万安合体议长陈锦祥要让蓝营的票全数归队，至于绿营陈时中前往南机场夜市，但这拜票好像哪里怪怪的。来，谢谢下一位。来夜市却不是沿路扫街，而是站在定点整整一个多小时，让支持者排队合照，似乎是担心下午车扫时不停被比到赞。毕竟来到万华，当然得小心翼翼。不过还是有不少热情粉丝。我从曼谷回来，对，我是特别为了投票所以回来。刚好剩这最后的机会，我个人也是蛮支持他，虽然我不在这个，我不能投他，对。但还是要来支持，不让蓝绿专美于前。黄珊珊走访公馆夜市，但母鸡柯文哲看起来心情不太美丽。阿贝，你要笑一下啦，都不笑。阿贝，这么大的你怎么笑啊？从早上九点就开始淋雨车扫，当了一整天的落汤鸡，只能说柯文哲已经尽力，好险有摊商温馨送暖。市长加油！谢谢，谢谢。接过爱心葱抓饼，扫街再战，蓝绿白三卡都胜负再不久即将揭晓。 TVBS 新闻刘俊章科台北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